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。今天我要说一个故事，叫做《有一天，可惜有一天，葱树被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哦。在离城市不远的郊外，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房子，那是小猪呼呼的家。从呼呼家的窗户看出去，可以看到一片空地，空地上面有一棵好大好高的葱树，葱树的叶子绿油油的，而且又浓又密，每天都有小鸟飞来，站在树上唱歌。哇，我家窗外的风景真是太美太美了，还有可爱的小鸟为我唱歌呢。呼呼每次看到葱树都会忍不住高兴地这样说。可惜有一天葱树被锯掉了。被锯掉了。熊哥哥吉吉在原来长着葱树的空地上盖了一间房子。那么漂亮的葱树被锯掉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有一天呼呼碰到吉吉时，忍不住向他抱怨：熊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在你还没有盖房子以前，我每天都会站在窗前，欣赏那棵又大又绿的葱树，可是你却把它锯掉了。葱是谁？这是熊哥哥。熊哥哥他说：哎呀，你不要抱怨嘛，想想看，如果不锯掉那棵葱树，我的房子要盖在哪里呢？吉吉这么说着，好像还有点不高兴呢。是妙妙。妙妙吗？这是吉熊哥哥吉吉。熊哥哥吉吉回到家，打开楼上的窗户往外一看，看见一个好漂亮的池塘。吉吉说：把房子盖在这里，虽然有一点对不起呼呼，可是这里的风景真好，还可以到池塘去钓鱼呢。可惜过了没多久，池塘被泥土填平了。池塘的地方盖起了一栋猴子公寓，猴子阿泰和同伴们全都搬进去住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怎么这样呢？怎么可以把池塘填平呢？有一天，熊哥哥吉吉遇到猴子阿泰，忍不住抱怨：阿泰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公寓还没盖以前，从我家窗口看出去，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池塘，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吱吱，你怎么这样说呢？不把池塘填平，吱吱，我们怎么盖公寓？阿泰说着，好像还有点不高兴呢。回到公寓，阿泰爬上三楼，打开窗户一看，前面有一片树林，叶子已经被染成了金黄色。吱吱，呵呵，虽然有点对不起吉吉，可是从这里看到的风景可真好看啊，吱吱。可惜过了没多久，一大片树林全被砍光了。小朋友，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一次，在原来树林的地方，一个新社区盖起来了。那是小兔子妮妮他们的新家。吱吱，哎呀呀，怎么这样呢？怎么可以把那么好看的树林砍掉呢？有一天，猴儿阿泰碰到小兔子妮妮，忍不住抱怨说：你们社区还没有盖好以前，从我家的窗子往外看，有一片好好看的树林，人家还等着到树林摘果子吃呢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如果不把那些树林砍掉，我们就没办法盖新社区啊，我们就没地方盖新社区啊。妮妮这么说着，好像还有点不高兴呢。有看到妮妮吗？这是小兔子妮妮，这是猴儿阿泰。怎么看？有看到小兔子吗？有这个吗？这是小猴子阿泰。
那我们来看看小兔子妮妮。妮妮回到家，站在五楼的阳台往外看，看到一片好宽好广的绿色草地，草地上开满了白色和粉红色的波斯菊。妈妈，我的看，你看有没有美丽的波斯菊？有啊，好美丽吗？有。他说，嘻嘻，虽然有一点对不起阿泰，可是从我的窗户看出去，风景多美呀、啊！没事的时候，还可以躺在草地上晒一晒太阳，摘摘花儿，或是跑跑跳跳的。可惜过了不久，那片又宽又广的草地被一排长栅栏围了起来。小兔子妮妮有点伤心，对不对？原来的那片草地上要盖学校呢。哇，好棒哦，真的要盖学校吗？社区的兔子、公寓里的猴子，还有熊哥哥吉吉和小猪呼呼听了都好高兴。可是兔子妮妮想，盖学校当然很好，可是草地就不见了，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些美丽的波斯菊了。想着想着，心里好难过。突然，对了，在推土机来以前，我先把波斯菊移到栅栏外去种吧。妮妮决定了以后，马上开始动手，把草地上的波斯菊一颗一颗的移到栅栏的路边，栅栏外的路边。我来看，你看，要把它移过去哦。哇，你看，社区里的兔子看到了，都跑出来。妮妮，我们也来帮忙，顺便多挖一些，把社区的路边都种满吧。说完，大家就帮着妮妮一起种波斯菊。不一会儿，草地的前面，这是猴子阿泰啊和他的朋友们，其他的猴子。社区里的每一条路边都种满了白色和粉红色的波斯菊。猴儿阿泰啊，熊哥哥吉吉和小猪呼呼看到了，都说，哇，好美哦，我们也来种吧。他们三个也开始动手，把草地上的波斯菊一颗颗的种在自己家门前。嘿，连成了一条好漂亮的波斯菊大道了耶。呼呼拍手叫了起来，真的耶，我们都住在波斯菊大道。大伙儿拍着手又叫又跳，真是高兴极了。哇，大家看，你看，每一个人都有波斯菊在他们的家门口，是不是变得很美丽呢？很快的一年过去了，今年波斯菊大道的两旁又开满了白色和粉红色的漂亮花儿，学校也盖好了，大家每天高高兴兴的走过波斯菊大道到学校上课。呼呼、吉吉、阿泰和妮妮都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。有时候他们也会想起美丽的葱树、池塘、树林和绿色的草地，但是看着开满花儿的波斯菊大道，呼呼总会这么说，换来一所学校和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也很好啊。好，小朋友，这个故事讲完咯。这个故事叫做有一天葱树被，你喜欢这个故事吗？喜欢。你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局，最后大家种了不美丽的波斯菊吗？喜欢。好，再见。这个你要讲这个。